就是抽到叫周丹的运气。谁比我会抽？我抽到这张。来，把雪送我的狐狸拿出来。两只可爱的狐狸左右助阵，千万不歪。阿雪刚刚送我的狐狸很可爱，拿出来助阵。你来了，但我来了，金来了。再把这乙提的例会，狐狸摆满我的桌上。超帅！一百抽呢，四金飞枭，二加一百抽，二加一。好。无虑，无悔，所以无敌。一百抽二加也太夸张！不可能，我直接吃四个道宝吧？好了，我二加一，我这边先给自己一个 flag。不是 flag， 期许。二加一总要抽四金，四金，好了就歪两次，还一点阳寿。我准备了这些石头要二加一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我应该不会这些石头花完还没抽到二加一吧？走起，石抽。阿蛋，经典的祝福图先拉出来吧。你说那个飞拉那个飞亲吗？严厉斥责，那个画面是……哎，不对，今天帮你们抽的时候就放那个画面。才一小宝都不歪哎，二十。哥哥、妹妹、姐姐、弟弟们，希望今天你们过得很开心，不用来找我。先跟你们请安，这个飞拉、飞鹿、飞亲、飞机、飞机、飞特、飞鸭，哎呦。飞德啊、哦，希望你们都别来。四十，好，刚那些人是什么一百抽四金的，而我四十抽，好，来吧，早点出五十、六十、七十就好，不好？不要八十，八不要八十，七十出。啊，看第一次就拉满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们最早最之前的目标是什么？八十零命，一百六一命，两百四两命，光追三百二，三百二二加一完全可以接受。八十，进度到哪了？刚开始。白发巡猎将军有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两人帮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再来再来再来，完完全全没有问题，有机会双吗？有机会，我会这么多款，你家游戏都双蛋黄吗？好，没事，再来一命之路，再来跟这个哥哥姐姐妹妹弟弟们拜个码头。你们今天相信你们都很忙吧？这边小弟弟这边，希望你们就忙你们的，你们忙你们忙啊，你们忙你们的，我忙我的。来啊，这些狐狸，可爱的狐狸将军，赶紧可以来找我，没有问题。白色头发狐狸，好，开始十抽，不求及早出。只求小宝不要歪。看，这不可能是八十加八十吧？七十也好，七十也好，七十，小宝别歪，提早出十抽，一百五十，一命，好不好？狐狸，帮我加油！狐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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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白色头发巡猎狐狸将军，有了！再来，猜字！这就是抽到叫周丹的运气，谁比我会抽？我抽到这张，感觉最近的运气很好，能不能一次都别歪？我可是抽到叫招的男人，运气应该不错吧？我也有那张啊，为什么你三百才零加一？是三十还是啥？三十吗？怎么那么快啊？今天都没有提早出吗？五十？看八十、七十、八十啊！狐狸大法，白色头发巡猎将军狐狸，我今天能那么幸福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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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过双day，有没？这就是我的叫招单嘛，亲一下，有喽，嗯啊，有喽，叫招单，好运连连，好，光追，不可能50%三次都没歪，75%会歪吧，实操。该不会是80、70、80、70吧？能不能让小弟弟我跟小弟弟我的观众，还有一些准备要入坑铁道的兄弟，看一下铁道是多么的好抽，随便提早出，然后又不会歪的呢？有没有缘分提早出一下啊？可能聊天室已经有人双脚准备踏进来啦！啊，怎么没抽小保底？那想一下好啦。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开心。50，不可能，这75%会歪吧？60，提早十抽，290抽2+1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真的提早出了，金塔塔铁道，大家一起入坑，最好玩的游戏，光追基本上是不可能歪的。没有错，狐狸施法，今天我能这么幸福吗？一次都不歪。走起，75%，巡猎的光追，走起，有喽！这就是抽到这张叫招的威力，一次不歪。但是下个月要3天被抓去关。这样子应该也算是献祭我的阳寿吧，少3天可以忙自己的事情哦。舒服打舒服，聊天是开心打开心开心。好，反正我们最近应该也会那个，最近应该也会继续，这三天都是玩最好玩的星穹铁道，我们直接来过新的主线吧。诸位，在仙州的疆域上，武离人竟然狂妄的向我们发起挑战，放言要血洗仙州的闹市街巷。我们的身后是手无寸铁的仙州百姓和迢迢而来的旅客。试问，身为云奇军人，我们能让不离人的计划得逞吗？绝不允许！飞霄视角。哦。万载长胜，大捷已定。
别动呀！明天中二是新角色，是不是？月空姐姐，哦，有动画，浅空一用。欧口欧。太猛！来，走起！哎，失手！呜呜呜！干有失手有差、啊！真假啦！我能这么幸福吗？啊，是少当送的，是少。我刚刚只不过是拿着这个特级祝福帮你加油啊！现在感觉我们两个都哭呢，虽然我只有十抽，有没有可能下十抽点出来又有残影？八十双蛋黄。感觉这边要一只我的鸟跟一只小亮的鸟，两只鸟。啊、哦！第二抽就有了，再一只小亮的鸟好不好？有了没？最好的兄弟小亮，直接拍个现实动态吧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只是我的鸟，这只是小亮的鸟，超爽！干，怎么又是双蛋黄？小亮还在吗？最好的兄弟，有没？两只鸟啊，一只我的，一只小亮的、啊。这小亮的鸟飞在我这啦！哎、欸，小亮，观众说鸟要抽一加一，还是我这边交易只给你啊？你点我交易吧。